儿说自己不擅长跳舞和拍照，今天的拍摄朱儿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？今天还行，如果一个人拍的话可能会进入状态慢一点。今天老小老小白也在啊。嗯，沈教授、黑袍使、叶尊，哪个角色你演的最过瘾？都挺过瘾的，叶尊反正就啊。因为女孩们一直都很希望能看到两位老师 PK。啊，真的是。打耳提板最后再一直展示。Is this the gay episode? Yeah.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in here on this day? Oh, come on! 是个什么嘛？好好好。你刚三个字不说了。你刚刚好。Oh.Mission failed. We'll get him next time. 赶紧赶紧！我都写完了，你来啥？刚，我都写完了。你写的什么？你别管我写的，我先检查一下我前面。相互嫌弃，互相嫌弃。对了，你写错了。我写错了，人是互相写，你写的相互写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写的啥？我写的是你一个芒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。行行行，好好好。I am deeply and utterly offended. 你这是个什么表情？我告诉你，你真丑。Wait a minute. I know an I wanna fuck look when I see it. 我错了，下次就算我错了，这样好吧？但是我写了个你真丑。你写什么？你刚刚放了个屁。我写的无言以对，哎，那就刚好。你刚放了个屁，无言以对。谁嫌你真？谁在捂鼻子？谁在哪边？你看，是我在躲，是吧？要放也是你。看，如果是我放，你为什么还会冲着我这边来说呢？Damn, you're big brain。好吧，你刚才放了个屁，你无言以对。完结了，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跟战火女孩们说的吗？赢了的先说，什么叫赢了的先说？谁规定了？完结就是想说的话很多很多。觉得对方长得比自己帅，哼，我就知道。觉得对方更幼稚，聊天时会用对方的表情包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用的叉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举错了。上搜索自己，会不会在网上搜索对方？哇、wow. oh. 私下会约对方见面吗？没有见过，但是对没对没。私下是不是像微博上一样爱斗嘴？ Here we go, basketball, basketball, we move.Basketball. It's the best game that we play every day.、Yeah. 最近我们的剧《镇魂》正在热播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你们俩为什么一句话要分两个人说？有默契，有默契是不是？好，欢迎两位。不能去拉别人，请注意不要受伤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。我肌肉一直在抖动。
有机会。哇哦 ！He needs some milk。哎呀哎呀！刚才白宇手滑了下。好，刚刚手滑了下，再往下会受伤了。好，辛苦了大家，平局。太激烈了。不知道白宇是什么情况，就是白宇他个子看上去跟朱一龙差不多高嘛，他前臂啊，就是这个这叫小臂嘛，对不对，短一截。 Is this bitch really just come from me？ 使不上劲儿，他从头到尾因为是这样才好使劲，他从头悬空。镇魂队要派出的是维嘉、朱一龙、白宇。啊，我的气球有地心人和海星人守护，我们共同守卫这个气球，永远不会爆，永远不会爆。请准备，我开始。何老师出镜！哇哇！完全一次的障碍，殊不知迂回包夹了。守好啊！刚才你们嘉哥说的什么？要一起守护你？怎么？我跟你说，人家是相互守护的。我们有五个人，为什么？别忘了，我有两个我。但是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在镇魂里面演了三个人，是七个人，我们可以召唤神龙保护我们。不对，他也一个人演了三个人，加起来才六个，哪来的七个呀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这一轮双方都比较保守。我想问一下朱一龙，有没有发现对手很强悍啊？很强。就这样，多一点，多一点感受。我现在有点缺氧，刚我感觉就一直在跑，我也看不见他们在哪。在游戏中途的时候，我回头看龙哥怎么样保护球，看龙哥拿个气球一直在颠。Yeah, actually he says it well. Good. Okay, so do me. So he's gonna start by